我觉得很有趣啊，就是第一次跟春风演戏，我觉得蛮有趣，因为我们上次在电影的阶段能碰到，就是他来演我的《黑的教育》，然后这次变成主角，然后来跟他一起演戏，我觉得其实蛮好玩的，然后他也表现得让我非常的惊艳。对，我是第二次跟九把刀导演合作了，然后我觉得这一部非常的欢乐，在拍摄的过程当中，那当然还有我的老搭档柯震东，然后还有新伙伴春风加入，所以我觉得喜欢喜剧的朋友一定要进来戏院看一下。那春风这次来香港宣传是第一次，电影第一次。对票房有没有什么期望？因为九把刀票房都很厉害。对啊，所以我压力很大。而且就是这次是第一次做男主角，对对对，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和分享一下？一开始很紧张啊，可是后来就看到都是认识的，就比较轻松一点。嗯。那你们这次来香港有多少天啊？明天就走。那有没有吃到想吃的东西？目前还没耶，对，早上到现在还没吃东西。对，这次跟宋明华在戏里面是不是有那个爱情戏很多，那个动作的，有没有一些亲密的镜头？亲密的倒还没有。我们是非常纯爱的电影，对。对对对，我们连牵手都没有。有没有哪一幕是很难忘的？很难忘的。很难忘，有几场哭戏。哭戏非常的难忘，大家要进戏院可能才会知道我们在说什么。对，那吻戏的部分会有延伸吗？我们没有吻戏，我们是最纯的纯爱片。有这么纯的片吗？好像没。你们这个片子讲的对白都很直白呀，猛讲跟下体的不同的称号，对对对，会觉得很尴尬这样子。是不会，不会啦，角色。用了很多台语，对，就是为了这个电影练了一下。因为春风本身台语非常好，然后导演也知道我跟柯震东的台语不是太好，所以尽量没有分配太多台语的台词给我们。然后那时候我也问导演说，那我要不要学一下这样？他说没关系，你就用这个不是太标准的台语讲，其实也蛮可爱的。所以后来我们就各自发挥自己擅长的部分，对。不用吧，本来就很。不是，因为这角色就长那样，没有特别设定是要一个有六块腹肌的黑道啊，所以觉得这自然就好了，对啊。片尾的时候有个彩蛋啊，就是说本来云海要唱那个主题曲，要跟导演跟春风讲的时候，那后来有没有感觉被骗？还是说录音的时候已经知道最后结果，还是会跟片尾一样？录音的时候其实本来就写了一个大概的脚本是长这样，可是在现场录的时候其实他没有让我唱，对，我们大家其实一起有乱唱，对，但是就是后来还是这样剪，我觉得效果蛮好的，对，所以给大家留一些伏笔，如果未来有一天我可以唱歌给大家听的话，对。那春风哥怎么来评价宋明华的歌声？他那天是我的唱歌老师。很棒啊，棒，没有怎么跟李大一样棒。对对对，肯定的，肯定的。那香港的那个很流行那个泰伯利来吹来，就是宣传那个票房好的话会派一些福利，你们有没有想过要怎样？希望可以再来香港。贴一些泳衣的照片啊，男明星就可能来这里看演唱会之类的。说来这里看演唱会，你可以，你的团可以来。如果票房好，啊、你的团来这边。不错的话，我们就来这里看演唱会。你们本来就来。顺便来。你说我个人也开一场，我没有出过任何一张专辑，但也来开。好，做成语。那就是要希望香港的朋友会喜欢了。我就当。九一的嘉宾哦，对对。那你演唱的上次有好一点吗？有，还是有比较对对对，就是还在做修复了，但有已经比以前好非常多了，这样。那是会被那个阴影还是被？慢慢的吧，我觉得是慢慢来了，就是可能多一点，多拍几再拍几部，可能就会好一点。那
这次跟九把刀导演在合作，这三个很多人在一起拍戏，会不会是之后有什么作品想合作之后？你说跟九把刀？都可以吧，看他找我哪一部啊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能跟宝刀合作其实是一个蛮开心的公司，不管片型是怎么样，但能跟宝刀能演宝刀剧本下面的角色都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。但是这次你没有感情戏，你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找你？那完全不想，这样很开心，对对对，我就专处理好一条线就好了，对对对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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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